前几天和大家介绍的 Super Hexagon 超能六边形，想必大家玩的头昏脑胀了吧？而现在啊，有款好玩的六边形游戏要推荐给大家喽。这款 Hexy 就是要玩家们扮一个锵锵的六边形脸，无脑的一直滚啊、飞啊、弹啊，听起来是真的有点无脑啊。看来是杀时间的好帮手哦，赶快看看它是怎样的无脑法吧 ，Go！前几天才为各位玩家介绍的 Super Hexagon 超能六边形这个下载热门的手机游戏，今天要为各位玩家介绍一款比较轻松的六边形游戏。这款 Hexy 要让玩家扮演一颗有脸的六边形石头，毫无逻辑的在月色下展开弹跳、翻滚、抛射的冒险。玩家可以客制化自己的六边形脸，有数十种样式可以更换。另外，场景的设计也相当有趣，也很符合玩家的直觉。在很多关卡设计上可以看到其他游戏常出现的机关，让玩家可以轻易上手。游戏还可以自定关卡，让玩家可以做给亲朋好友挑战哦。想要轻松玩冒险游戏的玩家们千万别错过咯。